教你如何获得陌生女孩的好感。在繁华的大都市里面，我们接触的陌生人数以万计，但是如果和陌生人打交道，其实陌生女孩对于很多单身朋友来说是个迫切需要知道的技巧。只要学会与人沟通，才会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。首先，与陌生女孩交流要记住两大原则：第一，要善待陌生人，只有怀着一颗善意的心，才能让人对你有好感。哪怕地铁上一个善意的微笑，一个善意的让座，都会让你的魅力值提高。第二，要敢于打招呼，因为陌生女孩对你再有好感，如果你不积极打招呼，那接下来留联系方式啥的就没你啥事了。第三，要学会微笑和有一定的幽默感，这样聊天的时候氛围才会更轻松。第四，要善于倾听，你只有通过别人的倾诉才能了解对方，才能更好地找话题。其实与陌生人聊天，尤其与陌生女孩聊天，不仅可以锻炼你的交际能力，还可以提高你的情商，是一个很好的挑战自己的机会，说不定还可以获得一份爱情。